可是我觉得我一辈子跟先生在一起去吃饭，我不可能永远都不吃我想要吃的。我知道他的想法是跟你吃饭吃一次少一次，所以他就尽量说，哎，姐说他可以吃得到的东西。没有，所以他请了四五六日四天，他等于是请了两天假，好，请了两天假，哇，你那么凶哦，你那没跟你 gay 看，闭嘴，我在讲话，不要打他。每周一二晚上10:15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。